今天用一个斧王，队友有宙斯、小鱼、冰魂、火枪。如果队友不是傻子，这局我们稳赢啊！巫医换刺，天怒有鬼，黑娘，他们根本就轰不了。宙斯，你打野就不好了吧？这个走位。这个斧王前期战斗力是真的强啊，加十点生命恢复。我就站这儿等死都行，其实。我不去抢下符了啊，对手可能去。What is your feeble request？ 就碰到黑鸟，黑鸟就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站这儿不动。To the floor。卡了。I bring darkness。卡了一下，你们看了吗？三级打野，爱几级几级啊？不管。Tremble before me。我也可以打野啊。我是加的野怪伤害的，30%。怎么卡呀？真的卡。没点疯了，黑鸟人打个野，还好这生命恢复速度够快。黑鸟有病啊，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呢？In Manoroth's name, this will be your end. 敢追我呀，有鬼！有鬼，老弟啊！ What a foolish ploy！ 买双鞋啊，回来继续怼他，恶心死他！下路已经要通关了。他们想打野是太难了，这有点卡。First blood， 这有点坑。这波要越塔的，我没有点灯，我有点灯直接怼死。加的符文太不好，不然怼死。让你跑，让你跑。This will please me. 怎么不受控制啊？ Now, you fail to amuse me. Pitiful. 你不是有病啊？你跟我打，就打你妈，打我妈。What a foolish ploy. Pitiful. 整死他。What is your feeble? 推你们塔，你们有办法啊 ？I bring darkness. You fail to amuse me. 这鬼真的是活腻歪了。我赶紧钻，等啥呢？宙斯这个走位是会死人的。吓一跳！吓得给我吓的。他死了肯定怪我，不跟，本来我也不想跟他。You fail to amuse me。这双鞋够了，下路三给他们打崩了。咱的群4357-6468，4357-6468，黑鸟应该也不会来了。干嘛来呀？打崩了，学习可呗，不好逮他们人啊！发现黑鸟单杀了小鱼，真的是好。来，我来打。三级黑鸟那么狠，小心！打个跳出来，让死都行，我也不是大人头。不怕死？我无疑这么狠，诅咒错人了都。Pitiful.
幻象给我多好，毙掉了啊！那继续拆下呗。 把上路打通关了再说。宙斯没等级，应该往前跟一跟。重路天路这么虎吗？ I know to destroy. 无所谓啊，还要去压制就是这么打的，知道吧？反正跳刀了。 You fail to amuse me. What a fool's blood. 真的要找死啊，发现，干他！直接甩死了。